这是前面可以剪的。小峰，你要去吃饭就吃饭嘛，我看着就行了。顺便帮他们打饭。我吃饭。你不吃啊？老铁，你吃吗？打点青菜，不过我们打点菜，打20块钱菜上来就好。啊。对，这边一个人吃。那你有多少打多少嘛。把我们还大点操场来走，还秒呢，把我们也操场，所以蛮好。回去也没有得吃的，来放现在放的吧。回去没东西吃也是一样的。你是个哑巴蟹，不用讲了吗？要不要讲？不用讲了，我都全部剪掉了，到时候用字幕，所以你讲什么不重要。你讲的那么别人听得懂。那你讲一下嘛，我都截一小段发到抖音上。啊。后面很要点的时候。对，你也讲嘛，截一小段我放在抖音上就好。调正反了哈，这1、2、3、4、5个档。
位其实可以了。上盖是不一样的啊、哦，不一样的。下盖它有两个窿的穿孔，上盖都不穿孔。这个轴承小一点的装到下面。中间这个孔门背后这个小的洞，拿个胶锤把它放平。气缸是没有正反的，两边都是一样的哈。把这个孔背好，这个销好，大家就这样。然后这样敲呢也是不好敲不平嘛，放到我们的上盖，这样轻轻的敲下去。进气的，下面不进气，这样子放下去，有幅度的朝里面，放到最空的这个位置放下去，好，转过来，放下去，再以此类推放下去，好，转一下。有条件的可以加点油哈，加点油好装，好装一点。这样子就轻一点，这样装上去四皮都不容易扛起，因为新的右边它没有拧开。好，拿来装这个袋子。锅要放下去，不能反过来放的哈，就这样放哈。两个，一定放两个，放一个是不行的。还要含一个平底垫，平底垫也是有方向的，凸面的朝上，这里凹面朝下。装上锤打块，锤打块它也是两个方向的哈，一边没有东西。便有齿轮是吧，我们要反一个正一个反，不能两个都是同一个方向，这样的装是不行的哦，这样的装它是没有用的，一定要这样反过来啊，这样装放上去，两边各一根销，这样子就完整了啊。
走上面上点油哈，上点黄油，起到润滑作用。这个地方哈，放地地方，等一下这样装也不好装，这个点不好装，先装到这边，好，这样装上去，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垫，这个纸垫，先放纸垫，对好这个孔位，然后放一个这个东西铁环，把这个纸垫锁住，再拉块土。然后就按住这边，然后这样子平面的装上去，转一下，好，卡上了。来，三个孔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哦，我们就转到它适合的位置。你看这样转，它都不行了哈，这个没有，这样转不行哈，受不了。转到它适合的位置哈，来上螺丝。上螺丝也是很讲究的哈，不是说一个螺丝上紧就好了，上紧一个螺丝上紧不上紧它不会转的，每一个都要上。要一边试一边上螺丝，要不然你一下上紧的话，它底下等一下转不了。插上气，试一下。刚加了油哈，一定要把这个出气孔按住，不然油喷出来了。好，它可以转啊，可以转，我们再继续上螺丝，把螺丝上紧。上两天要试一下，上到最紧了。送到最紧的，最紧之后呢，还要稍微松一点点，不要松太多，松一点点。装好之后要是打压，如果有时候按键它不打的话就不行了。